这集我们的卡尔已经厌倦了厮杀、啊，所以他们现在一个人呢，来到这个他以前常来玩的游乐园啊。我们先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我先把这个棒球棍收起来，拿起我的手电筒，看一下这附近。看起来是荒废蛮多年的，而且好像没有上市的样子。这里充满了阴森的气息啊！哇，这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火花冒出来呢？这里完全变得不太一样啊！是不是给僵尸啊？不是人啊！大家看，哎、欸、，miss， 打，哎呦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僵尸哎、欸！糟糕糟糕，他挂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这样？还活着？去死了！给他起来了！这僵尸很硬啊，打不死他！走开！叫你不要动啊！趴下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、哦，糟糕，我要跑了，他又站起来了，他是无敌的吗？哦呦，好凶好凶，哇，这个，跑快点，跑快点！最后一集，哇！爆头了！谁？太扯了吧！丧尸怎么那么强啊？它上面那个好像是一台直升机的样子。卡尔小时候 ，Rick 常带大家来这边玩。等一下，前面又有一个丧尸在，在干什么、啊？确定是丧尸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我们绕远一点好了。地上那个红色是什么？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是什么？不能拿着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以为可以拿说。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看一下这里。这里好暗啊！等一下，有听到吗？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哎，隐约有一个人在那边哎、欸。我们过去看一下哦。我这边有个小丑的车子。哎，这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小丑、啊！哦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可怕，可怕！哎、欸，等，前面还有一个丧尸在前面，但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。哎、欸，这什么声音？我靠，这也太大只了！我这边丧尸很多、啊，先把他打昏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快快，快跑，快跑！他追过来，追过来了！哎，哦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来抓我，我先爬上去了。哎呦，哦，好可怕啊！赶快走啊！快点，快快快！我要追过来，追过来，追过来！哎，好险，这个地图的丧尸不是很多。好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爬过去。
这边是发生什么事？这边好多这个废弃的车辆啊！等等等等，前面好像有丧尸跑过来。哇，这地上什么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看地上是红红的，天哪，好可怕、啊！这边有一把枪，哇，太好了，捡到一把枪啊！这是丧尸还蛮厉害的，吃我子弹，不太好瞄准啊！他卡住了。安息吧。这里是，这怎么过去啊？有隐约听到有人在求救啊。就是前面看一下，哎，有一个人在上面，然后他被僵尸包围了，我先把僵尸干掉。哎 ，miss， 哦，没中，他有死角，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。他是一位医生哎、欸，然后他是哎、欸、喂，这车子会不会太扯一点啊？撞下我就飞走了。OK， 他说他在原本是在医院上班，然后因为遇到了尸潮，后来就跟着大伙逃到这个地方，准备要坐船了、啊，结果。丧尸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OK， 我现在，我现在没水，没食物在身上，糟糕！我刚出来的时候没有多带一些啊。这样怎么办啊？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剩东西啊？啊，完全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！糟糕啊！这损血了。看一下这附近有东西可以拿。没有东西可以吃啊！下面真的有船啊，只是看起来好像沉没了。我一直在损血啊，那船也不太行。好吧，这位先生，我先带你离开这个地方啊。哎，你身上有东西可以给我吃吗？我现在很饿啊。哦，太好了，你有食物，那我的枪给你用，然后把风一下。看看有没有丧尸过来。哎，丧尸来了，我先把他们引开，我们在山顶再碰面。